你的手机之前收过吧？你没盯着他吧？估计把你信息都盗了。啥意思啊？这么笨，很容易被人盯上的。说的跟你多了解我似的。咱俩才认识几天啊？我随便聊个天而已嘛。打住啊！这样，你要是注意点钱的话，你是不是特喜欢安排我呀？